之后，如果是说只是简单的，就是非病理性的啊，非病理性的呕吐呢，那么猫咪就会吃，就会继续进食。那么如果是说是病理性的话，它的原因呢就会有很多，比如说是细菌、寄生虫、病毒，都会导致它呕吐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赶紧的送去医院治疗。当猫咪在呕吐的时候呢，主人呢必须要区分好它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。如果是说是病理性的，比较频繁一些吐的，然后吐完之后也不进食了，那么我们一定要送往医院。